做饭好吗？是跟六年交往有五年了，交往五年。对，现在就是大家好聚好散。健身什么？就是人生嘛，对啊。也没有突然啦，就是都有讲了，都有讲清楚。就和平分手这样。对啊，人生嘛，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插曲，就是例如说，可能他就是会有一些事情要做啊，我有一些事情要做，但是可能先分开会比较好做一点。所以现在就都不联络。对，就是比较没有再联络了。那演唱会会请他来看一下吗？看他有没有空吧，我也不知道，他要买票啊。2月26日啊，要抢票啊！不确定会不会巡回演唱会，因为真的就不确定，因为我们每次都以为可以卖个3场，就都只有办到1场2场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直接叫不确定会不会巡回，所以这样可能会造成人家更想要来看演唱会的感觉，对，因为就没有下一场了，对，可能就不会有下一场，对，所以就不确定，对。不知道大家一起想的，对，但是也没关系啊，因为至少在疫情这时间，我们还可以办演唱会，算是，就是，算是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也是疫情过后就没有再开过演唱会了。互动吗？其实互动倒还好啦，但是就是可能让他们听到我们，因为距离比较近嘛，不会像小巨蛋那么的远，所以他们感受到那个现场能量可能更强大一点。因为现在办演唱会风险蛮高，像池修他就是前两天宣布，演唱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到时候可能会面临到一样的状况？所以我们本来是要叫说不确定会不会办这场演唱会，然后票都买了，对，不确定会不会办，有也是会啦，因为还是想说，如果我们办的话，成功的话就代表说台湾的疫情也就是稳定了，所以如果我们成功办成的话，那代表就是良好双赢，你赢我赢大家赢。有啊，我就真的以为是私密的、啊、因为刚开始用那个软体，所以不知道它其实是跟粉丝互动，我以为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在里面开会还是聊天之类的。那另外两位那时候当时听到的时候，没有，我没有玩、我把它删了，怕以后讲错话我就把它删掉了。不想用了。这个特别地方应该是很多在音乐跟音乐之间的衔接的地方，就是会变得像跟以前的一首歌一首歌这样表演出来的形式比较不太一样，这是比较像是，因为我们有乐团嘛，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把我们的歌变成一个主曲的感觉，对，然后这次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极岛冒险的关系，然后阿迪可能会来，就那个狗狗，那个罗素克洛，对，没错。会有什么样的防疫措施？可能防疫措施吗？就是请他们戴好口罩。对，对。那我们在台上的话，可能就只能，因为我们人也不多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请大家，不然我们就喷，以前都洒水，不然我们洒酒精。对，那个水枪就变成酒精枪。对。这个嘉宾刚刚已经先宣布了一个。那个嘉宾是自愿进来的，对，就是露露，自愿进来的嘉宾，但也我蛮希望可以跟他这样用异地共演的方式合作。对啊，然后其他的嘉宾的话，我们现在还在计划当中，都有可能。对，你这样就给我们一个想法了。谢谢。笑成这样。不确定会不会加场演唱会？疫情你也不知道。对啊。对啊，所以就想说先办一场。哦，昨天的时候嘛，对，有啊，就祝他平安，对啊，因为在过年的时候，但是也不是草爷吧，对，是他们那个艾甲，嗯，对，对啊，就祝他平安了、啊，对，就传个简讯关心一下，我不认识他、欸，你认识他吗？嗯，我们认识草爷，有见过。